现在不疼吗？干嘛呢？你喜欢奥莱三少？嗯，你喜不喜欢我？我会努力喜欢你的。哎，干嘛呢？手放开，放开，还有那只，放开。这画坊是你家开的吗？你想进就进。谢老板呐，这是你们家的丫鬟呐。哎，你这人穿挺漂亮的。是不是眼神不好啊？你看我像丫鬟吗？啊，不像，像丫鬟他妈。眼神不好。啊！我认得你，我认得你，你就是那个义诊的女大夫。哎，对了，我不但是女大夫，我还是这位谢老板的娘子。我郎君呢，来河蛮做生意。我就是怕有些奇怪的莺莺燕燕缠着他，所以就跟过来了。听你们刚才所说，很乖嘛，表现不错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怪不得谢老板那么老实呢，原来家里面有只母老虎。好，好哇！你好聪明啊，我真的是母老虎。老虎，我来扎死你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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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过来！对呀，我好聪明，快跑！我母老虎。眼神不好，我长得不好看。你这是做什么呀？啊，看不出来吗？我在帮你啊。哎，要是我不出手的话，他们几个还不把你给生吞活剥了？你看他们看你眼神，就像狼看见肉一样。那手在你身上摸呀摸的，小心哦，别着了迷魂道哦。你吃醋了？啊？我的意思是，所以你就自称是我娘子，连自己的名节都不顾了？你可真是不了解我，我在江湖中那可是万绿丛中过，片叶不沾身。我们只不过是萍水相逢，各取所需。等出了河蛮，此生都不复相见，我还吃醋？所以，你是同意了？同意了，但事先说清楚，将军府的密室我也要进，各取所需。好呀。成交。三撒栗子，栗子栗家；四撒桂圆，富贵团圆。敬爱兼之，长遗子孙，过百子图。你真的后悔了？我就是觉得，这么多人祝福我们，我们还欺骗他们，我心里不太好受。不过就是一场戏罢了，不用这么较真。过百子图。这是河蛮传统婚俗最重要的一项，叫河衣礼。这个河衣礼就是夫妻二人走向彼此，寓意着夫妻二人相亲相爱，如胶似漆，没有秘密。来吧。行，河衣礼。别闹了，过来。我没闹啊，人家的风俗
是新郎要过来，不用这么在乎细节，快过来。巧了，我这个人呢，就是喜欢对方主动。巧了，我也喜欢对方主动。哎，你这个人怎么耍赖？我说了，让你过来。 落花落，落至空依旧。一如我难落你心眸。何时也胆敢再掠情一袖，紧牵你衣袖。叶南希，你梦想中的婚礼是什么样的？ 耳畔的回忆在林林作响，借一盏荧光，为你身影擦亮。千年如一晌，交错的轮回是你的模样。离别风霜，任由爱意滚烫。 满天落纷纷，化作你的一声声，这片夜色为你擦去泪痕。暮暮往事已纷纷，长街小雨怎听闻？能知些如梦几分？纷纷红叶燃烧着我们，纷纷被雪掩埋。 刚才我们两个各自陷入了幻境，我费尽周折才清醒过来。你看见了什么？这里很想我吧？既然你这么需要爱。
我便成全你。不对，这还是我深爱的红红。这是月初。哎，在这儿呢。哎，站住！哎呀，站住！哎呀，这定海一棒还是要保管好的。你喜欢奥莱三少？不是喜欢。啊，那是什么？是崇拜，大神是用来崇拜的，喜欢就浅薄了。哎呀，算了，不跟你说了，强者的事情说了你也听不明白。你究竟是谁？姐姐已收到阿莱公子的传讯，请前往涂山一见。原来你是姐姐的客人。请吧。不是都理解了吗？还生气啊？理解并不代表原谅。总之你以后不要来找我了。我那可不行，我今天可是给你带了一个好东西。嗯，那看看，这可是一张罕见的三少画像，我敢保证市面上是绝对没有的，而且这还有三少专用的印信。一张画像而已，不用太感谢我。怎么了？这种东西不要再给我了。为什么？不喜欢了？正是因为我总把心思放在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上，我才忽略了对涂山的关心。就连苦情树遭难了，我都没有察觉。要是我早点意识到，姐姐也不用牺牲她的灵骨了。好了，别难过了。那尝尝看，这可比那画像好多了。油嘴滑舌。其实你刚刚说的呀，原因也不在你，是那幕后之人的阴谋。那我总该为姐姐多分担一些吧。现在开始也不晚啊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呀。虽然我不喜欢三少，但是据我了解，三少最初的时候也是一个没心没肺的皮猴子，也是一次一次遭遇的磨砺啊，让他慢慢成长，变成了今日这个还算对得起六玉的样子。其实有个崇拜的人是很正常的事情，不过与其呢去花无谓的时间和精力去收集这些东西，不如好好学习一下他身上最宝贵的特质，跟他一起慢慢变得更好。嗯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。快吃吧。好。你挺熟练啊，常带人来看日出吧？当然没有了，你是第一个。我喜欢你，丫丫。落叶纷纷，你呢？零落当时秋草深，是谁又曾靠近门？我知道，一直以来你喜欢的都是奥莱三少吗？见此回眸中最不堪的诚恳，但你过问，在我心里三少再好都比不上阿莱。你听好了，我的意中人是阿莱。目目我
长街小雨曾听闻，能知些入目几分。纷纷红叶燃烧着我们，纷纷飞雪掩埋的体温，纷纷辜负又反复沉沦，浮生似梦。纷纷心事与理智抗衡，纷纷扰扰擦肩过几人，纷纷只剩在你眼神中生根。我一定会努力，助你保护好月瑶国。那我便乐得轻松了。阿宽，我一定一生一世跟你白头到老。白头到老，生生世世。我挡住月光，我就能对付赤雷这头火龙。走啊！先行吧。如果这次我不能活着回去的话，答应我去自首好吗？李千文，你要做什么？是打不过这头火龙的。李千文，李千文，你会死的。一直都没给你献礼，我已经向盟主申请每隔五日来此当值。为何？一启盟新修改的律法，逃狱者死。颜如山，你能不能答应我在此处好好反省，直到刑期结束？为何如此关心我？我只问你答不答应。我答应你，我会安心在此受罚，绝不会如赤雷那般越狱伤人。
一言为定。公子，看什么呢？哎，你怎么又来了？公子，快救救我！我的孪生姐姐要杀我！啊，孪生姐姐？嗯，就是那个跟我长得一模一样，但是性情阴毒狠辣，动不动就喊着要杀人的那个。幻觉啊？就是他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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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姐姐太厉害了，万一我救了您姐姐跟我作对，那我肯定死定了。我救不了你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别走！我真救不了你，您放开我！救救我！哎呀，你放开！胡公子，放开！你先放开。我可以救你，但得事先说好啊。我法力微弱，万一姐姐真的追过来，我护不住你，到时候得各自逃跑。胡卫商。这傻子爱上本姑娘就恶心，看来只能如此了。男女授受不亲，我又不是故意的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知道你是在救我。之前为了救你，我们两个不是已经有了肌肤之亲了吗？你不是应该要照顾我一辈子的吗？我你想不认账？不是。那你是讨厌我？不，也不是。那你去向我母亲提亲。你放心吧，我母亲一定会喜欢你的，而且我家长辈颇有些本事，一定能够护住我们两个的。嗯，哎呀，你到底去不去嘛？那我我去。
问你一个问题。啊？你喜不喜欢我？我会努力喜欢你的。你从哪儿弄这么多鸡蛋呀？不管了，得了。等，你先别。真的要去提亲了？我们才刚认识不久，要不你什么意思？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知道你是个好姑娘，我是觉得我这又穷又胆小又没本事，要不等以后。我等不了那么久了，不然那个气。啊？其实，看上去有本事、实则傲慢又自负的男人，我反而不喜欢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我母亲说过，一个男人最大的本事就是对自己的女人好。你对我就很好啊，走吧。啊，走吧。我，岳提辖，愿意用一成药力。一成好像少了点，那要不两成？两成妖力气势，愿与胡伟生真心相爱，许下誓言，至死不渝。我胡伟生，愿意用我。我的愿意用我的一切所有起誓，与月提辖真心相恋，永远喜爱他，守护他，至死不渝。希望苦行术能为我们降下雨花，庇护我们。妙术皮才会从你身上下来，任他为主。我不要你爱，不要。失礼了，我不知道怎么把七宝妙术皮给你。别再骗人了。偶遇是点水的蜻蜓，穿过你留下的剪影，牵动了心事的潮汐。岁月无情点泪流离，眼里捕捉到你踪迹，命运再摇曳又何惧？
铁火一道拥抱，天涯共缠绕，不负这一生与光。浩瀚浮世里，爱是火光，为彼此不惜燃烧。月光与海拥抱，孤单像吟唱，绵延到天荒地老。穿越过云层的阻挡，归隐何为伤。原来爱真的不需要理由。花与风拥抱，天涯共缠绕，不负这一生与他。我真的喜欢你，浩瀚浮世里，爱是你听到没有？为彼此不惜燃烧，听见了吗？我真的喜欢上你这个傻子了，你听见了吗？穿越过云层的阻挡，归隐你怀抱。圈外只有恨没有爱，难道这便是圈内才有的爱吗？竟让一个胆小怕死之人敢于献出生命。原来你喜欢以前的阿狗胜过喜欢现在的我。这样吧，你跟我讲讲以前的阿狗是什么样的，我来学一学。好了，别担心了，只要有我在，你在，鼻涕虫他们在，我们的家就在。可是别想那么多了，我们一定会平平安安的。你说的对，只要我们一条心，就不会有事情发生。阿狗，我今天跟石头、阿德还有孩子们说了，说你练会了神力，还打败了大神，还跟妖族结盟了，他们都觉得你真了不起。哦，是吗？那你觉得呢？我觉得也还不错，继续努力。成亲吧。好啊。怎么样，这次我没有带歪吧？真好看，我再也不会把它丢掉了。白菜，这里是我娘的寝殿，我之所以在这里给你带上出差，就是为了让我的父王和娘亲知道你是我的妻，这一生一世我们永远都不会分开。
清河、梦玲，你们要好好在一起。我还以为我要失去你了。哇，好感人啊。这天都黑了，流星呢？哎，再等等。据可靠消息称，今晚他一定会来的。我演练一下，不是，我是说我演练一下流星来的时候，我闭眼睛的那个表情。你也跟我一样，你必须得许愿的时候把眼睛闭上的，要不然愿望是不会成真的。哦，闭眼哦。许完了，咱们走吧。哎，慢着！据可靠消息称，今天晚上还有一晚。愿望一个就够了。走。哎。嘘。北漠兵。Oh.
醒了？进来吧。我不进去，我进去你就得打我。在哪儿捡到的？你都把它搞丢了，我在你扔掉的衣服里把它翻出来的。我又不是故意的。生气了？没有。行了，你这么会编，以后再给我编一个呗。哼。要我怎么哄你？说吧。你是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东西啊？你出来。出来？怎么了？这什么呀？你要干嘛？干嘛？你不是要哄我吗？我自己把我自己哄好了。你信不信我揍你？你揍吧，揍完我还得哄。我去！哎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